我跟我老公在路上是会一起去讨论女生身材的，一起讨论。他是一个，但我觉得他是假正经，因为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就是要分享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即时动态给我看，他看那个朋友 po 很好笑的东西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殊不知递给我的时候已经调到下一则了，然后他以为我在看那个好笑的，但其实那一则跳出来是一个 AV 女优在那边一直这样，然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我老公追踪一大堆女优，然后被发现之后他面子挂不住嘛，他就干脆说哪一个男人不爱看大胸部跟大屁股？谁不是一种嘛？裕仁天皇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就是。我，你都看我那个 Google 的社群都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科学壮阳，神经病，男人就剩下一张嘴，我现在都还要靠那个凉烟在压着。你看大哥一样，镜头永远都调在压。科学的哦，政治哦，体育我都看这个，没有一个是什么正妹辣妹那个。有啦，你有露露，你有追踪露露的。对对，我哪有追踪你？IG 没追踪我，没有啊，没有，追踪一下我吧。没有，我 IG 没有追踪半个人，因为我自恋那么严重，怎么可以追踪别人？孤独吧，兴趣的。你可以接受吗？他这样其实还可以。我其实看男人嘛，看别的不认识的人还好，但是我老公还有个问题，就是他人太好了，他就是很绅士，所以他身边很多苍蝇，人家配合度就是女生很喜欢在他面前，就一直这样，就是我不知道用意是什么。然后要不然就是比如说每一次出国都一定会买礼物送他，他会经常答应，献殷勤，他会经常答应人家说一百的，他就很常答应任何要求，真的，我不懂得拒绝啦。裕仁天皇，其实我不是假正经，我是真性情。哦，对，我就承认我爱看，但是他就觉得我是假正经。其实我觉得。男人欣赏漂亮的东西是天性，天性嘛，对啊，所以你认为是对，没错，我就是。威廉是不是也有讲海鲜？对，好吃。你还缺要讲不够新鲜？你小心海鲜中毒，你中毒。大家讲错，是他讲，他讲错，他说海鲜好吃，并不见得新鲜。永远抵不过新鲜，比不过新鲜，比不过一样一样一样，比不过了啊！没关系，今天你要好好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刚已经出现那种诡异的数字，5:32，很悬殊的比数。这个等于是一打了一节而已，从 NBA 去打世界国小。对啊，其实我已经买一盒乐高在家准备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给我回家贵啊！哦，贵贵乐高，流行贵乐高，算盘不够接，好好加油。而且这一个。你要过得了，我也说你厉害。这个是压轴了，因为那叫做任你黑白摸。好，稳稳的 ，focus， 有听吗？爬不起了。哎呦，故意避开哦。哇，他一直在演，哎，是拉拉啦，裕仁，很多人，裕仁是拉拉啦，我也跟永远只有我老公，你是拉拉啦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定力哦，哎，拉拉嘛，因为拉拉还没有把白月的三杯开开。这个回家再看就好了。超性感的，我的妈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撞起来，撞哎！枪支，真推真推！姐不要那么凶嘛 ！Hello， 你现在是公然勾引人夫哎！哎呦，没有！你除了会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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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会什么？我现在照顾大热门的。你跳舞就跳舞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这样才性感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公不喜欢这样，他喜欢这样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，玉人是一个算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太精了，对，太精了，原因就他违背那个自然，你放松就好，他是死盯住，他眼睛快抽筋了，对，比数跟他报告一下，7-27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真没七啊，你27啊，你压倒胜呢？哎，你的，我以为他会大看呢，你是回去会打老公是不是？那个雨柔不要再误解老公了，大看的人是我们。你看那一段做给我，打看完全一种感觉，有感觉吗？怀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完全大看。你脸红什么？怎么还说脸这么红？好红啊，脸好红啊。你老公老公也不敢靠近，也拉一下，对对对，不礼貌，拉一下。等一下来，有什么话跟老公讲一下。我刚刚就一想到，我不要跪乐高，会很痛。没有啦，不是，我真心觉得我老婆很漂亮啊。哦，是啊。但是拉拉也很漂亮，你看她。她没有不漂亮。你看拉拉很漂亮。可是我口味比较重了，我是看欧美的。哦。我再来一个美国妞，可能就控制不住。哎呀，起跳。对，但是杜丽来跳很辣哎，对呀，他那个很久没这个是一级战斗服啊，还是雨柔借我的啊，真的，对，他真的很性感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好姐妹啦哈。